大家好，我是时代少年团马佳琪。咱就是说，这个衣服他多多少少有点眼熟。之前搭的。好的，我知道了，是情侣装。家穿情侣装为什么？很仙，挺好的。棒球。什么意思？咱就是说这句话也有点耳熟。丁程鑫平时最爱说的口头禅是什么意思哦？什么意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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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？咱就是说，小情侣在一起生活久了，会越来越像。